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一个等腰梯形 ABCD 中啊，这两个平行啊，然后 AB 跟 CD 一样，若 AD 是等于2 ，BC 等于6了，然后这个对角线哈 ，BD 等于5，啊，他要求这个梯形面积啊。好，那怎么做哈？我现在把高先把它找出来，怎么找哈？我就呢通过 A 点哈做 BC 的垂线，通过 D 点做 BC 的垂线，那这个就会是一个呢长方形，这2的话这也是2，那这整个是6嘛，啊，因为它左右对称嘛，所以这边跟这边一样，这里是2，这两个加起来是4嘛，所以这也是2，这里也是2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就4了，这4这个斜边哈，我们看看这个直角三角形，这直角三角形啊，这4这5啊，所以高的话是3，那高求出来以后，上底下底已知嘛，我就可以求面积，上底是2加下底，下底是6乘以高，高的话是3呢，啊，除以2，这4嘛，哦，就是说224等于8，4 3 12，所以面积等于12。